等不及啦。去哪里？去家里头买个。不是去买的，是阿娘送的。阿娘送给我们一个小狗仔。是母的还是公的？是个弟弟。嗯。你想要个妹妹的是吗？但是没有啦，只有一个啦。阿娘说送给我们，好吗？好，现在去那边拿。那我们现在去那边拿好不好？好。走吧。来，你要哪一个小狗狗？要这个啊？那个大鹿子，几个大鹿？不要拍了，就拍给大鹿，大鹿，大鹿子。你看那个是弟弟还是妹妹先喽？弟弟，弟弟呀。那个是弟弟的，你这么近呐、啊？你他不跟你，他哦，你看他跟你没？他爬楼打够。你不要打到水坑去，不要过去。你叔公，叔公要这一个。嗯。就是木里的。嗯。来，不要去那边。来，去拿你的小狗狗。你就要那一只啊？你怎么知道那个是公的啊？你拿就拿到那一只啊？丢弃。你看这个狗吃。接我的乌狗噻，鹿狗的鹿狗啊，不怕呢？我压对过了。你看阿娘特意留个给你不？就看中那一个是吗？就看中这一个了。放走吧。咦，他越睡跟这一看见那狗就是公的哦。他以为那公的，看见那大鹿。没实力的，我看我妈拿开那些酱油跟木的，她就是做那个。哎，放在车后面那个箱子那里。他跑的不要放那里，脏脏的，不要放那里去。那你搂着回家了，晚上跟你一起睡觉。好吧，你要帮他洗澡哦。你要像阿姨那样，天天抱着他给他洗澡。睡觉都不洗澡吗？要帮他洗澡。那你谢谢阿娘没有？谢谢阿娘。哦、有这样的，你照他的奶奶也够在。不是拿来玩的吗？是拿回去养的哦。你要买狗粮给他吃哦，他会走路了不？回去你要给你的奶奶给他喝，知道没有？他像你这样走路啊？给他跟他妈妈一下子先，等一下我们就带他回家了啊。那里面再抓一个大的。那里面还有一个不？这个是来的。那。我有跟他聊天的两个，你们放到这里吧。嗯，放到这里吧。Hello。嗯。Hello， 今天我跟你们两个一起表演。Hello， 我叫曾祥泽。今天我给你跳个舞。要你回去要叫爸爸做一个这个小狗窝，你看他的小狗窝在里面。哎、欸，里面还有一只。里面还有一只啊。哦，看看。哦，里面还有一只啊。啊。这里有三只哦，你看阿娘的六个狗仔一个都还没有拿走呢。那不先先叫你们先叫你们来选，先乐乐一选就选这个了。Hello， 狗狗。好玩没？全部打嘟嘟。回去要喂好它，养好它，看好它不？知道没有？那他跑出去跑出去又抓他回来。那像你这样跑出去玩，你也知道回家的。那个我们家的那个胖嘟嘟的那个狗跑出去了，是吧？嗯。那跑出去没有事啊？没事的，他会回来的。耶，走，不要去那里，等下有狗有那个跳蚤的，走了走了。抱回家了。嗯，抱回家了，走吧。哦，爱你不会的模样，爱你的希望，希望不很苦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感动了你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却感到一样，是吗？配吗？再来一个。这么好，你的暗号嘞？暗号嘞？胖的胃 ABC。哎，
那他的妈妈叫狗七，这个是小七七啊，小狗七。这个是小狗七，嗯，那个是大狗七。对，那个是大狗七，这个小狗七。小狗七不要跑，是狗七。九七。啊，是九七。啊，这小九七。小九七，这个小九七。嗯，这是小九七，大狗七。那个大九七。嗯。最爱这只小狗了。嗯，最爱你。好想直接拿。我一想，我想走路回家。妈妈，我想回家。得到小狗就回家了，是吧？对，我想回家起个房子。起个房子给他呀。嗯，好吧。那什么来起？你就自己看喽。我懒得起。小英，你看我家有两个小狗了不？狗七。你家有没？是狗七的吗？狗七小七。小九七。小九七。狗七。哪只小狗？萌萌有伴了，萌萌。这萌萌不有伴。狗七，快乐的。你们要买奶奶给他喝的不？啊。听到没有？爷爷那里有。那你去爷爷那里拿哦，叫奶奶煮鸡蛋粥给他吃。叫爷爷拿下来。来，真的。这两个狗，这个狗。拿过来。这个好看。这两个一回来就好玩，这两个。咦。要是狗会拿回家啦。嗯。拜拜。那这狗一回来就那么熟了哦，自然熟。那萌萌有伴了啊！那萌萌大了，你们抱不动了，就抱这个小七七了。小七七，你不要跑啊！这个大，他叫七七。不要抱他，给他自己走。乐乐走。这个大狗怎么感觉已经是没了？哎，抱也抱不动啊，好重！他都有你那么重了。啊，给他在这里玩了。去拿奶奶给他喝了，奶奶他自己回来玩了，你看他，嗯，自己回家了啊。那怎么搞房子给他住？那你租房子给他住了啊？你给了，要不然我没搞。